是大年三十，然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过年的氛围，然后就是因为在这边的话留学，然后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，然后看到就是但是还是想出去，说是买到去亚超里面买一点关于中国的食品或者什么。其实我每天就是经常会出门，然后但是今天因为那个学生卡丢掉了嘛，所以只能买就是买那个叫什么 Einzel Ticket， 就是单程票。然后单程票的话是3欧，因为我买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只能在18点到20点之间使用。然后呢，它是因为我是在网上买的，是 online 买的，所以如果是 online 买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就是说，它如果是 online 买的话，它就是会说是有一个那个 SQR code， 然后就是有一个那个条形码，然后可以扫描，然后就没有实体的票，然后也不需要打印，然后这一点还蛮好的。我在想，因为我有就是小型的打印机，我打起来很方便，如果以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可以打印，可以在小熊那个打印机上面，还有就是玻璃打印机上面打印的话就更好了。但是一般来说的话都是要大打印机，大打印机现在坏掉了嘛，所以现在用不了。然后周围感觉非常安静，然后这个树上经常会就是需要经常会掉果子，然后我上一次捡了两个果子。现在是6:15:55，然后就要看18:16可能会来，18:16可能会来一趟车，然后。